这个是正常的叫，阿拉总有两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。五分钟前头，俺们叫的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。再给俺弄下去，我能讲，真要出事体了，操，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你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。我总要把个把个标准，我就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过，闷了七天，当然我里想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的嘛，这样弄下就要出事情。